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静子，今天做的是圣诞老人。准备一下工具和颜色。圣诞老人的头部需要注意一下做的顺序，先做出脸、胡子，画出眼睛、鼻子，加上腮红，还有两撇胡子、嘴巴，然后是圣诞帽。基本针或牙签搓一下帽子的边缘，加上眉毛、耳朵、帽子的圆球。接下来是身体、手部、腿部。这里还需要注意一下手套的做法。连接好头部以后，再增加一些细节，那么圣诞老人就做好啦。快动手做起来吧。好啦，期待你们的评论、点赞、加关注哦。